諮詢會未開始，支持和反對梁振英的市民已經在場內對罵。行政長官梁振英聯同多名司局長順利進入葵青劇院，出席最後一場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諮詢會。不少市民要求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我們要的是全民退休保障，不是不湯不水的長者生活津貼。做鹽不鹹，做醋不酸，吃你不死，飽你不撐。關於我們怎樣應對好快出現的老年社會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包括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他在沒有自己經濟能力的情況下照顧自己退休生活這個問題呢，我是十分關心的。亦有人唱歌諷刺梁振英大宅僭建，又不滿政府發展新界東北地區。他僭建都沒有見識，屬個推蛇太反智，奸是壞滾，是壞滾，振英快快滾，假說法裝實亦玩弄香港的市民，是壞奸，是壞奸，振英情講奸，搞東北，搞 DBC。 不過就被梁振英的支持者包圍。你剛才唱歌裏面呢，我聽到呢你是反對東北新界發展的，我希望跟你講一句，新界東北發展呢是一個單純的新市鎮發展計劃，如果我們沒有新市鎮發展計劃的話呢，我們對不住下一代人。請你出回去。在諮詢會進行期間，有示威者闖入會場，梁振英和其他官員退席大約十分鐘，等示威者散去，諮詢會再繼續。場外一樣精彩，諮詢會結束之後，示威者衝出馬路，包圍梁振英的座駕，場面混亂，警方要捉成人鏈協助梁振英座駕離開。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黎智學報導。